哎，今天更新蜘蛛是被削了的，它吐丝很慢，用乌鸦飞了。应该没有加速吧？哎，你这个香水浇的。你这边不应该抓他呀，抓他很亏。不想抓他，换个人。OK，目标达到了。表面抓调香师，其实要给他一刀就行了。最主要的目标是盲女。他想摸他。哎，掉下来了。没打到。行吧，那这边得陪我走。还好还好，我的天呐，这都是玩什么？哇，这个盲女还敢救人！哎，投了。
前锋告辞。应该是个应该是个调香师。好了吗？哎呦，这边抓了一个机械师，他要持刀了，应该加速跑了吧？没跑。哎，前锋在修炼机，他这边直接挂了。他在大房子，小屋。那就打来的修。吃完了，应该在路上了，看见他了。哎呦，这波撞的痛，还一台。如果有近身的话，其实这个结石应该是死了。先别抓了，这边应该要打隐藏。我的个天，吃完了。不着急。可以把它挂了，下不来。他重新修了这个先知，他鸟干什么？不是很懂。修得动吗？
完了。嘎子嘎子。还有机会，他们没去玩。他应该没治愈了，直接走吧。应该另外一个人去看门了。石好像是踩到丝了，看这个调香师弹不弹，他刚拉闸，哎，过去看看，调香师无情呐、啊。给我推进器啊！应该下次更新就好了。下次更新，推进器固定刷点了，我就再也不用满地图去找推进器了。我猜到走左边，二连狙，你滋滋，别得死。空气，他藏儿子了。还行吧，他儿子修一台。然后先自修一台。那这边谁在附近呢？找一下吧。应该在桥那边，那儿子在修。先知 OK， 看来是不救了，走了。卡住了，
哎，拉直挺舒服的，空姐修不动，先知的修，他们还有一台，我找找飞行器去。哎，老了。静静又没修不完，啊，他过来送了。还好还好，月亮河果然还是小丑好玩，就是没推进器。一开局推进器呢，完哎呀，他上梯子了，差点撞了，我操，吓死我了。他们一站坐到终点去了吗？也没有啊，他们手机。别套鸟了，打一下吧，存在感。他儿子在这边修电机，把他儿子找到的话，我就要急救了。找到了，我完了。尴尬了。找到了，这找到我要输了，这分身了。
让他开。哎，我在干嘛？他退回去了。让他早点救吧。还需要把他挂了，因为我怕空姐的修炼机。应该两个人在摸，回去看看。好了，最后一台。哇，现在好穷啊，虽然车不在这边，完了车在这边开过来了。两个人治疗好了，三个人。这是要打群架吗？哎呦，挡到了。快赶过去。哎，有听音器了。我正想说没有听音器，好穷来着。门刚开。我希望他没开，没开的话我就有机会了。
他开车回去了，应该一站坐到那个，一站坐到底。哎呀，完了！还好，杀死我了！我操！